各位雕客大家好，今天要来介绍的这一只是天齐的这一只七尺的拔杆，它整体配置的话就是酒红色的涂装，然后片座的基座，然后它整体啊，它的尾巴是藏在里面的，它是吞肚的拔杆尾。来，这支杆子啊，不管啊你是要钓沉底啊，或是海钓场的沉底啊，它都可以。它的尾巴啊，采用的是五目的尾，然后它的钓性啊非常软，还有尾巴啊配置啊是玻璃纤维的，所以呢它会很有弹性。然后我们等一下来钓钓看它的钓性。看它的钓性，看它钓性非常的嫩 Q， 看它的尾巴都已经差不多凹到第二，快要拉到本节这里。OK， 然后呢，我们这支的话售价是多少？只要300块钱，只要300块钱。喜欢的话，欢迎来竹南联合钓具选购，然后呢帮我们点个赞，按个喜欢，订阅我们，谢谢。